你看那个多可怕！俺都唔知该要啥该注意啊，就看到起个，伊遐感觉硬痛嘛，佮硬粗啊。它会将卵产在荔枝春象的卵里面，那它的卵就是它的小孩子就会把荔枝春象卵里面的组织都给吃完。 农业消息礼拜下昼6点，村民大会有请乡下来关心。